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其实就这个了，没别的了，就这个。要多也没有了。现在开始进入微课模式，就只跟需要的礼包，不需要的我就不跟了。妈妈呢？等一下我有个让你们既兴奋又爽的事情。今天我这台啊，大纸装，直接把纸装给做起来。我们今天先把这打开好了。这次活动我就跟这个了，我这礼拜基本上不会再花钱，就这样子。结束这回合。干嘛呢？今天赌神仇孝丁来了。第一个就是先开金盘，金盘我决定开上面这一个，每个不是切中路就是切下盘，我今天偏偏要切上路，我们来吧。一个，今天要拼的吗？没有，今天就礼包而已，没有别的，我没有搞别的东西，我很冷静，我现在是冷静牌。干嘛呢？你们可以去问我的盟友，我真的不花钱。干嘛呢？最右边。好 ，A 赏就是你。目前只有你一个人跟我讲最后边，我这个人是很相信观众的，就是最后边。三、二、一，直接一发入魂。Round two，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这一张。各位观众，能不能当赌神？就在今晚，赌神台。第二张直接过，相信直觉。光之沙哈项链，今晚我就是紫项链的男人。这个紫布上次一发入魂到现在，我都没机会用它，因为风龙鳞抽不到。现在终于有风龙鳞卖我了。换我风龙鳞之后，我就可以做这条。OK， 各位观众，今天项链就要诞生。哎、欸，靠腰，为什么没有背景音乐？都没有，出现了，拍个照，紫色贝吉塔，对，光之沙哈项链，完美收割。今天的高潮就是十八箱，能不能开到五十万？各位，十八箱，十八箱，三十万起跳，没问题，没毛病。谢谢各位。哎，赌神来了，第一箱十万，差一个零，再多个零就十万了。第二箱十万，十万，一二三四五十八箱十四万，那这个就应该，因为我说。十八箱要五十万嘛，所以这十四万这边持箱应该就是三十六万。好，三十六万，没问题。Round two， 两万，两万，一万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再来。Give me more， give me more， 五十万！哇哈哈！哇！五十万！各位观众，明月币大师，请叫我明月币仇笑之。五十万，今天是不是直接问鼎两百万？各位观众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问题，点赞、订阅，台服唯一迷语币台直播上开出五十万，真男人啊！再一个五十万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再一个五十万，或再一个三十万，今天直接锐利射手射起来，五万哦，有机会哦，十万，十万，不要，十万。凉了，十万，两万，十万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很好。我们来算一下这十箱多少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一万、六十一万、六十一万加四万、六十五、六十六万，十箱六十六万，再加上面的十四万，今天总共十八箱，八十万，八十万整，哇塞，我人生第一次。人生第一次八十万，今天值了，紫项链一条，再加人生八十万。我原本说二十天存一百万，现在二十七天存一百八十万。我感觉下礼拜就两百万啦、啊，一个月存两百万迷你币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我这个两百万做完之后，我就不会买了。因为我是只记得，我不会，我后面的绿币第五个绿币200万，我就慢慢玩，我不会再跟名玉币箱子，就礼包的箱子开一开就好了。
只要能考到四子技，应该之后转职任何职业，你只要维持四子技就可以了。今天第二趴，我们的点装教科书，来死守加七，没问题，没毛病。我们今天如果再上个加七死守，那今天的剧本就完全在我的照着我剧本走。你有没有规律？十一，哈哈，有这回事。12、13，15过1，15报过1，重抓一次。对，重抓一次，15报有点扯。我们宁可花一点小钱去换到加七。10报了，我们累积到15报就点。但不会吧？我已经 N 百年没遇过要掉到这么底的嘞。1、12、13，真的不会吧？14，好，第15个点。你不会这么扯吧？15报 ，magic， 今天几率竟然这么15报过1，还真的两吨15报过1 ，magic， 哦，哦，今天的台值得，拍的值得，50万再加一个加七十手，哦，点妆大师，各位。有师傅的传承，他说你如果想要加七十手，只需要一堆白房加一张住房。没错，我们要过就是一双过，没有什么在两双三双四双十手，就是只有一双十手身上的点下去。你们今天想点赞或到赞随便你们，但是不要退订，请订阅。有人跟我说今天真的会15连爆，结果就15连爆，然后我第二轮的时候我就说我再试一次15连爆，不会这么邪门吧。他真的连爆14件，那第15件再点，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连爆的嘞。我觉得我点装虽然没有比一些大客长多，但是我应该也点了不少。我自己是觉得从这3个月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那种10几连爆过1这种几率了。你们点装应该很久没有遇到这种狂爆的了。他这个摆明就是不让你抓几率，那你遇到这时候，如果你还要拼怎么办？就是一直点到它几率探出头。通常正常以往我们点装的时候遇到这个情况，就是今天不点，今天的几率太乱了，我们就今天就不会点了。因为我觉得今天直播已经开了，我不能回头了，我一定得有结果，所以我就硬去抓这个。正常来说，你超过10连爆，今天就不要抓了，连续2次10连爆就不要抓。哇，多一房，今天还有1%，纯白万能药，纯白万能药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要做这个吗？我是要做一个远距离把它吃到10罐吗？还是要先做一般呢、啊？好像要先把这个吃满，不管就做一般了。3、2、1 ，Go！ 1发入魂，成功！再一次，完美的收场，今天直播就这样子，11点完美的结束这回合。6发成功，今天的 KPI 完全达到，还超过我的预期，完全超过预期啊！各位观众，我截图总共截了3张，各位万能药可以做了，今天大家可以回家了，万能药。加 Loki， 精神再多1，决定不迟疑，289看我 ，OK 的 ，OK 啊，我这一个10到11，我已经失败超过10次了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好像很欧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的10罐万能药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，我这个10罐已经维持了半年了。我真的觉得要叫贝吉塔，我下次叫什么？神话贝吉塔，我要移民去改 ID。
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